特兰，就是一个小小的 day trip， 因为想说最近天气慢慢的回温，然后我们就是找了几间餐厅，就是几个吃的我们想要试的去试试看。我很期待，因为我一直在找那种可颂甜甜圈，然后我就在波特兰有找到几家，所以我超级期待等一下去吃的。我们到了，要下去买那叫什么 Cronut 吗？还是 Cronut？ 走吧走吧。间甜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再去另外一间甜点店，叫做金酒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反正就是我也是在网络上找得到的，然后有很多的那种小蛋糕，所以看了也很想去吃，所以我们就决定，而且因为也就在刚刚的那一间甜甜圈店附近，然后我们想说那就去，反正今天就是一个吃的旅程旅行。我们要去第二间 pastry， 然后刚开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说这边还蛮多餐厅，然后看起来蛮好逛的，所以我们就决定下车走一走，然后带 bougie。好，走吧。好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可是还是有点冷，就晚一点的时候才会天气再热一点。就坐在这里，我喜欢坐这里。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坐，然后吃刚刚买的蛋糕，然后顺便晒太阳。这样子在路边吃。这边真的很多好吃的耶。所以你买的是什么口味 ？Cheesecake。哦。因为看感觉这个是他们最有名的。你怎么知道？看起来就是最特别的。很不 cheesecake， 蛮好吃的。So good。我们就是在这边散步，然后开始看起房子，因为觉得这边的 neighborhood 太漂亮了，然后说而且这边食物超多，所以我就说哦，以后应该可以搬来 Portland， 所以就看一下房子怎么样。这边好多车都在排队要进去打针的样子。
在餐厅吃饭，他们都会有这个 QR code， 所以就扫这个 QR code 就有 menu 可以看。24 hour beef noodle soup， 这也听得不错啊，好不好吃的感觉。对呀、啊。我们吃饱了，然后我们要在这个刚刚那个泰国餐厅附近走一走，就也还是蛮多小店可以逛的。然后刚刚吃的那一间泰国餐厅，我觉得呢，就是有试过就好，因为它还蛮咸的，然后那个面超辣，然后其实价钱也不太便宜，对。好逛哦，超级好逛，就整条都是小的店，虽然我们没有进去逛，可是就是这样子看我就觉得很开心了。我自己是不太会进去店里面逛的人，因为我通常我会买东西，我通常都是已经想好我要买什么了，我才会就特别进去那间店逛。假如没有的话，我就是只是稍微这样子走过去然后看一下而已。好特别哦，这个是一个咖啡厅，下次再来看看。我们刚刚在那个宠物店帮 Bushy 量体重，想说很久没帮他量了，然后呢他瘦了，他原本是70磅，所以大概就30公斤，然后刚刚量变64磅，然后重点我还一直觉得他很胖，所以我还想说是不是应该帮他减肥，结果他其实已经瘦了。新玩具，布布，布布，新玩具啊，喜不喜欢？好像没什么兴趣。好，拿去，拿去玩，拿去玩。拿到我们的 crab 了，我点的是榴莲，然后 Michael 点的是草莓。Michael 说很臭，明明很香，我刚才要骗他说这是草莓，所以让他吃一口。我很
你真烂掉了。今天最后一个吃的，锵！它的上面哦，就是烤那个糖，然后下面都是榴莲。